而是刚刚用电车涨价110，一月实施了。终于要到瑞芳，终于回来了，瑞芳，我的家乡，的故乡。110是一月实施，好。瑞芳，站南21:40，不，为什么这是21次哦？花莲发车就北回香港树林的 PP 之桥。让他下来刹车，水亨没搞啊，瑞芳水风没搞，右侧开门 ，Doors will open on the right hand side。下车时请注意月台与车厢间的缝隙。瑞芳站到了，瑞芳站到了，21次，我的妈，这就没香港树林 PPT 了。赶紧正门，终于回来了。终于回来，瑞芳。如果前面跟马掌门多多对我们打，就告诉你，两个支持就打，拜拜。好，谢谢各位兄弟，拜拜。瑞芳站瑞芳来，你看是21次，我的妈，这就没香港树林 PPT 了。谢谢各位，再见，拜拜。